I guess that the event, especially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multiple shocks and the COVID-19, this summit is a really excellent signal to the world that we have to get out from the isolation. And now I think we have to get back to normal. And therefore, I think this international summit is really one of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that we are going back to normal. 以后这个整个供应链形势还是比较困难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是比较困难的。跨国公司峰会啊，是非常正面的、非常好的一个交流机会，体现了我们这个对外资进一步开放、增加准入的这么一个决心和导向。 这次峰会的举办彰显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进一步的扩大开放，以合作促发展，打造全球稳定价值链和产业链这样的格局和信心。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онсенсус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большим количеством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во время саммита были заранее соединены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местные органы власти, торговые палаты 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и.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多国企业的中国展开，中国的企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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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在内的啊，这个进一步来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啊这样的一个主题，而且不断地完善啊中国的这个经营的环境啊，使得我们呢更有信心在中国来发展。我们公司集团的政策非常明确，只要是中国，包括中国的地区，像青岛，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的投资环境在改善，在跟随着国际的大步伐在发展，甚至是领先的前提下，我们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在中国投资。这政商会议를통해서成都의미래발전과글로벌경제환경을이해하고향후미래발전을위한사업전략수립에도움이되고동시에글로벌위기를적극적으로대처하기위한교류의장이되기를山东青岛是一个港口城市，也是那个工业和农业发展非常均衡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也是那个上合组织的一个示范区。那么我们相信呢，这次在青岛的高新区落户的话呢，也是表明阿斯利康在后疫情时代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强劲的信心。越来越开放，这个经济能级越来越高，更要符合这个国际的常规的通用的商业惯例。政策也是持续的保持稳定，并且呢是持续的改进，一定能够打造出在全国在世界领先的这样一种商业环境。CPTPP 今年的生效一定是会极大的促进这种贸易的增长以及这种贸易关系的紧密性。青岛の変化大きくて位置づけ変わりまして、対日本対韓国に対する重要な基地となりました。というのは RCEP も関係しま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った発行によりまして、まあ、あの面距離が一番近い、日本と韓国に一番近い青岛という重要性が高ま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节能降碳，协同增效，这也是我们一直致力于要发展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次来希望能够和全世界一起合作，实现这个双碳目标上共同推进。